等一下，校长哎，不是你有看过他抽筋啊？他抽筋了，照片会动的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不熟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照片还会打？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而且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小白虫，你就是看人家现在没有麦克风不能说话，你就什么都讲就对了。不止这样而已，还有他们还不能动，我可以动他们。爆笑写真倒带 action。从事发前一分钟到现在事发后三十分钟，他们好厉害，他们要记得刚才是怎么走过去的。对啊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一案风云爆笑写真馆真实重现 ，Action！ 看清楚。好惨哦，怎么这样？小姐，请问一下那个厕所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厕所在哪里？我快冻死了！你不会去问护士啊？女儿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哈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痛啊！哎，那个朱小姐啊，你这个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啊。哎，医生啊！哎呦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哎呀，急诊啊，急诊啊！你这个小命怎么脏的？啊！你闪开！啊，没有没有，他屁股被开了一枪啊！啊，他屁股被开了一枪，屁股被开了一枪，对对对对，不是，情况危急啊，医生！哎，这位病人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因为上一次呢也是有个大哥过来啊，他也是腹部大概中了三枪啊，这一时三根他是死不了的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到前面那个柜台去啊，去挂号，交两百块挂号费，交两百挂号费之后呢，你再等两个小时左右，好不好？你再过来。好，那我这边有病人要处理，我先去忙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去那边挂号啊。哎呦，那边漂亮，那边。所以这时候王耀庆往那儿走了。请问一下，那个厕所在哪里？厕所在那边。啊，好远。那个钟小姐，钟小姐，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觉得呢，你这个症状呢，这里要马上就去开刀了，好不好？开刀。是的。哦，我要马上开刀。是。因为痔疮这种东西呢，不能拖啊，好不好？非常的严重，赶快去开刀。那么严重都要马上开刀？对对对，没有错没有错。那怎么办？哎，对对，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把你病养好。不管再怎么样，你爬不动，我一定要我哎，但是我昨天从 B1 摔到一楼，哎，我可没办法，我请这个年轻人好不好？不行，放啊。可以请年轻人吗？我腿软，背我进去。我背你吗？嗯。你跟那个大哥说，请他再打我一枪啊。好了，我背你去好了，好不好？开刀，开刀室在那边。肚子很痛，我带你去好了。厕所。Oh no！ 啊，不用了。我已经好了。哦 ，OK。好，定格。来，定格。